是谁呢？异地间的那种。作为一个演员，可以把角色的灵魂塑造得淋漓尽致。我觉得您和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。就不麻烦您了，您把剧本给我，我好好揣摩一下。那如果说这部戏没有剧本，你会怎么演？那我只能瞎即兴发挥。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能力。一会儿你的表演，尽管投入，只要我不喊卡，千万不能停。老大，卡尔太危险了，必须马上除掉他。